公布完副手人选，下一步就是要拼联署。实际来到新一街头，可以发现看板早已勾勾挂，郭台铭就是要力拼百万份联署书。 你嘉义，我嘉义，寸土寸金的新一路口，郭台铭的巨大联署看板也嘉义。郭台铭发挥超能力，全台湾200辆公车、250面大型看板帮忙宣传，目标可不在联署门槛28万多份，而是要一举冲破百万份。拜托我的朋友帮忙联署。 三四万应该有，尽量拼了。他没有已经给人家答应了，没有怎么办？全台动起来，中南部议长全力相挺，南投县议长何胜峰采取陆军方式推动13乡镇联署，彰化县长谢典林输人不输阵，喊出100000联署目标。 联署站点郭半夜陆续曝光，而第一站就选在郭董最熟悉的慈惠公堂。第一波先以6都为主的大型站点，这些大型站点呢，就好像是手摇饮料店的旗舰店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站点呢办活动，比如说同乐会啊、乡间欢等等的。第二批、第三批，我们都陆陆续续增加中型的、小型的固定站点，好。 然后呢，我们也会有机动联署车的配置。民调支持度只有个位数的郭台铭联署总动员，实力大考验。镜新闻王庭玲、陈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